瞒你们说，在我爆料徐亚军的时候，汪小菲曾经打电话来关注这件事情。大家说可以不要爆料他吗？哥们，他叫我哥们，为什么呢？他说徐亚军是我的家人，但是昨天你自己在发文里面你讲的这些东西，他真的是你的家人吗？还是你讲场面话？所以我现在都不知道我要该怎么相信你。我觉得如果要我相信他的话，他今天到我还有50%的相信他，但是我今天没到，从此以后汪小菲讲的话大家都大可不用相信。对，你昨天都理直气壮讲的那样子了。对啊，我电话正接不完呢。你汪小菲，你家的家务事关我屁事啊？对啊，请你妈安静一点好不好？对啊，对啊，下午是有可能是不会到的。不要说有可能啊，我觉得他就不会来了。没有，对啊，就我的对他的认识，还有一些法规上的一些问题，我觉得他不会来。